上天做得不错，这是你这个月的奖金。啊，哎，我回来了。爸爸，你回来了。别过来，痛死了！无知的平民，我说几天没洗澡了。不好意思，叔叔刚下班回来，所以身上有点脏。哎呀，你爸爸这个学期都换了好几份工作了，没记错的话，开学的时候还在拆迁队搬砖吧，之后又去做了服务员、滴滴司机、家政保洁，听说还让柯南铁人做私家侦探呢。子涵，你爸爸这是干啥啥不行？不像我爸爸，从我爷爷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在研究母猪的产后护理，现在已经可以一口气照顾十头猪了。我妈妈就更厉害了，从事电子编程项目30年，目前已经有了重大突破。对不起啊，宝宝，爸爸让你在同学面前丢脸了。没关系的，爸爸，但是我们老师说过要学会坚持。但是我感觉没啥坚持的必要啊。啊，好重，还是叫个车吧，这么快。老爷夫人，少爷的作业本找到了。我也想坚持啊，可是这些都做到顶点了，你看，这是今天刚发的奖金，爸爸本来还想带着你们几个去吃大餐来着。